你叫我演，我不收钱都跟你演，对不对？太感动了，感谢小豪哥，亲一下吧。非常一心呢，请小豪分文未取拍 MV。好久不见的小豪哥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不是很久不见啦，我上个月才来。看到秦小豪就生气。90年代僵尸片走红的秋生秦小豪，出道44年，第一次拍 MV 就献给草爷新单曲《按部就班》。因为以前草爷是5年前的事了，是在红星聚会里，对，红星聚会那个拍那个环岛纪录片，对，对啊，我跟他10多天的感情，好像兄弟一样。这首歌也算是小豪哥他首次的 MV。是小哥从影以来，就是进入这个演艺圈44年来，第一次接拍 MV 耶，对，就给他了，给了他，把第一次给了我，给了，太开心了。他常我来台湾，他有照顾我，结缘。因为我知道草爷往后有部电影有开，所以现在免费跟他拍个 MV， 后面就片酬就搞了。哎呀，钓鱼啊！对呀、啊，我昨天跟他讲嘛，啊，先讲片酬，不看剧本。感谢小哥，记上。谢谢。拍 MV 之前啊，你还先跟红星智慧这些居家照顾服务员们先上课，对，因为在这个剧情当中，你是要照顾一个生长的女儿，会不会觉得相当辛苦啊？辛苦就不辛苦，不就是等一下看待一点。为什么我有顺身拍这个 MV 呢？就是在前几年，5年前跟你去那个玩台那个，拍那个纪录片，对，红星智慧的，都是看到很多基层很。压抑说的MV 这个故事，我很有信心去演。开始约小豪哥的时候，有想心里有想说，大概要给他多少酬劳？我不敢想，因为其实他的我侧面所了解，他小豪哥的这个电影的片酬是对我来说是天价。说他的车子重复又重复播这首歌，跟着就说。不久将来，我想拍个 MV， 我要知道了。他因为那时候来了坐车，对啊，故意在车上一直放这首歌。我收他片酬，他就很麻烦了。所以我说不收片酬，我来台湾跟他拍。真的，我真的是以身相许的。好啊，好啊，没有啦，减肥吧。